盘子，全是送的怪好看的。他送的不是纸的，心情好，送的是那种塑料的，可以当盘子用的。我买的是奶黄的，先把这个夹上去，尝一下奶黄味的。它这中间要挖个洞，嗯，真好吃。它奶黄是应该挤到这里面，嗯，嗯，太香了，是那个味儿。OK 了，哎呀，这个围边没围好，我可算是爆浆了。嗯，真的好吃。它中间还有一层麻薯，麻薯吧，这个位置。